像有一些鸟它就是比较旋律性的，我就会尽量拿这些旋律来发展。那有一些鸟或者是有一些昆虫或者是动物，它的叫声是没有旋律的，可是它听起来像有一个固定节奏，像那个猫头鹰，它的叫声是有节奏性的，那我就会，或者是青蛙的声音嘛，它们的声音都比较有节奏性，我就会把它拿来当做节奏处理，所以你就会听森林狂想曲里面很多的青蛙变成打击乐器。我真的在做那张专辑的时候会觉得看到一种影像，就是看到一种大自然的就是野外的动物在一个小舞台上面表演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自己就会去 picture 那个画面，跟音乐家在那边呱呱呱叽叽叽喳喳喳，在那边一起演出的画面，就会觉得还蛮有趣的。所以后来那个专辑叫《森林狂想曲》，就是这样。去做了很多事情，保存很多台湾这块土地上很美好的声音。跟蜂巢的合作，我觉得跟其他的唱片公司其实有相当大的一个差别。虽然我不是那种常常跟唱片公司合作的人啊，可是就接触过了几家，好，包括比较大的厂，我觉得蜂巢多的比其他的唱片公司多的一件事情是，就是对音乐本身的尊重。蜂巢带入很多那种生态的音乐啊，让大家去看到生态的美啊，鸟的美啊，什么海洋的美啊什么的，对，所以我想跟我的想法是很比较接近的。我觉得蜂巢唱片一直是台湾唱片界里面的很优等生啊，
那这个健全的体系跟这样的一种音乐态度，我认为在整个华人音乐史上是有必要继续的走下去。我觉得风潮真的是在做音乐，然后不管所有的企划、所有的包装都是围绕在这样音乐去发展。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唱片公司都是音乐都摆在最后面，可能先有计划，可能先有想法，先有包装，先有这个艺人的包装，说哦要怎么样的才有音乐，就反正音乐是一个很好像是一个很附属的东西，但是对风潮来讲，音乐是最核心的价值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我个人本身，或是跟很多创作者来讲，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共同点默契，就是把音乐当作音乐，把灵魂注入在音乐当中这样。